Yo, yo. 香港这个地方真的很得意，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人，不同种族，不同阶层，不同年纪，不同背景，这些当然的了。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人一起生活在一个这么小的城市，香港除了人多、车多、卡拉 OK 和七仔多之外，还有游行示威多。当然啦，鬼叫神创造人的时候有独立思想，星星进化成人之前已经有口有手有脚咩？咁啱香港又系一个你想讲乜都得嘅地方，虽然真系搞到条街好逼，但系好事嚟嘅。言论自由呢样嘢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大影响，我对政府冇意见嘅，最多喺 Facebook 度乱讲嘢，唔会俾人和谐，好闲啫。啊，但系咁，讲到对佢同埋佢嚟讲都好重要嘅一个问题，作为90后嘅我，当然同样重要啦，系咩？玩同埋女咯。在这个这么讲人权的城市，恋爱自由对我来说简直是少很多麻烦。我可以大摇大摆走出来一路沟女，啊不是，是寻找真爱。一边大大声地说我是女人，但是我都有权喜欢女人。从来没人阻止我，都没人歧视我，好像今晚这样，又是我可以好好运用自由的一晚。香港年轻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多街去，还要来来去去都是卡拉 OK 和酒吧。你不闷我都厌啦。但是有阵时都有好玩和刺激的嘢嘅。我是一个好有计划的人，做每件事都好有计谋，沟女都不例外。三六四个五啊，四个一。七个。喂，哎呀，你下次搵时准时啲得唔得啊？你成临时临急 call 搞到我条女嘈啊！做咩？你条女唔俾你出嚟咩？啲女人好麻烦，而家成问长问短。你讲到自己都似唔系女人咁喎。我认我烦，不过真系好烦咯。问完啦，我答咗佢，佢俾啲信息我听。咩信息啊？咪又嗰啲叫我唔好出嚟啊，逼我讲句我唔出啦，嗰啲咁嘅信息咯。咦？咁你又出嚟嘅依家？我分手咪得咯。哇！咁型。喂，不过佢想分手好耐噶啦。我个 ex 都系咁啦。边位啊你？佢系我同事 Aden 啊，向小贤啊，佢同我同一嗜好啊，即系个阿婆放马路。唉，差唔多啦，不过咧个阿婆咧就最好唔过22岁，又有大胸又有长腿咯。个咩啊？胸我都有啦，不过咧长腿真系好紧要，最重要就系个样唔得我都唔服噶。知你啦。喂，话时话四条友点解拣唱 K 唔打牌？我阵间仲有人嚟啊！得过我女人，系啊，仲系港女添，又系你啲 friend？ 我中学同学咯，喺 Facebook 啱啱见翻，然后咪约出嚟今晚见下咯。中学同学得唔得噶？中学嘅时候普普通通啦。喂，咁而家咧？知喎 ，Facebook 嗰啲嚟嚟都系狗啊猫啊，上都冇佢自己上。咩 type 先？唔系港女咯，不过咧读书嗰阵咧，佢出晒名咧就化晒妆啊，着晒名牌。港女都分 level 喎，佢高定低先？唔系港女咯，你都咪知咯，烦。慢慢饮啦你，饮啦，迟到饮晒佢。饮啦你 ，cheers， 唔该又系，干又系，好干咗佢。你饮埋你先，你养鱼嚟。你养咩？你养龟啊？啊，李美宝，唔好话中文名啦，你嗌我英文名啊嘛。啊 ，Facebook 嗰个啊嘛 ，Rainy。系啊。喂，坐。坐。哇，使唔使啊？啊，你几时咧改咗咁趣致嘅名字？系我之前再之前嘅男朋友帮我改噶，我原本个名咧叫 Bobo。不过你男朋友好喎，咁然之后咧，佢就话我行上去就落雨嗰阵时咁靓喎，所以就叫我 Rainy 啦。哎呀，好 sweet 啊 ，Rainy 啊，即系合作你睇而家。第一招，否定。对啱啱相识嘅女仔作无意嘅冒犯，容易系引起佢注意嘅同时，又先暗示对佢冇兴趣。唔使理佢，唔使理佢，佢系我个 friend， 佢叫小鱼。其实我觉得 Rainy 个名好衬你。哼，低招。同你对下咧，你唔使喊咁靓。
我叫 Ada。饮乜？我执俾你噶。饮呀饮呀饮呀饮饮嘅啊 ！Cheers！ 我得翻红色，红色系啊，得翻红色，哎，赢咗。第二招，察言观色，观察解读一个人的言行反应，并正确地推断出该人的感觉和想法，从长计议击败对手。我嚟。唉，俾你开心一阵啦！哎呀，赚一粒！ Yeah, 你输咗，快啲饮。饮咯，我去开嚟先啊！喂，喂，你记得我 ？OK 啊，几好倾添。实好倾噶，你成晚黐住佢。你都得噶，你唔过嚟倾啫嘛。听讲咧 ，TV 好叻沟女。吓、啊，你讲我？你系咪 TV？ 咁你系咪男人啊？出打个电话先。Winnie， 系。有啲嘢想问你，俾下意见。好啊。咁我问噶啦喎。好啊，你问啦。如果有件事发生了，你宁愿选择讲真委屈到人，定还是宁愿选择不出声，有啲人误会人？第三招桥段，一套说辞通常都是预先编造好的，用嚟吸引好的注意力。你个对象系咩人啊？冇关系。男定女？都冇关系。咁你嫁咗未？嫁咗啦，仲怀添。咁你做咩仲问我啊？我纯粹啫，咁都冇关系。第四招，桥段中断，意料之外的结束对话，并转移对方的视线，在他心中留下谜团，继而产生好奇，生效时对方会跟翻你转头。吓、啊，你快啲话先啦！你问咗我又唔答我。是不是唱一时无心？咁我点嘅咯？Winnie， 你中唔中意食嘢？中意啊！我都中意食嘅。系，下次一齐去啦。到时啊，阿小如你要唔要一齐去啊？我好少食嘢噶喎，唔该晒。到我哋。饮啦，系你噶啦。咁多位，多谢2280啊。哇，2000多元，你有冇计错啊？睇一睇阿 Sir。计多次啦，点会啊？系嘅，阿 Sir。咁多位所叫嘅系豪迈四人开心特惠醒神全套餐，价值系1280元。另外加上每日我哋由北海道新鲜运到嘅厨师整嘅小食，价值300元。加上我哋都系随时随地由加勒比海道亲手开光嘅呢一个开心果盘，价值200元。人头费方面，1、2、3、4、5大个人头，每人100元，所以加埋咧500元，全部加埋咧就系价值2000。嗱，计错咧，我哋计错啦。唔好意思啊 ，Sir， 的确我哋系计错数，漏咗本店相当重视嘅 service 测全。系啊，
10% 嘅。啊，仲要加一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咁多位，因為本店咧係秉承住香港最偉大嘅劉德華先生所講 ，service 係最 important 嘅，咁所以我哋而家即刻去加翻俾大家。唔好意思 ，sorry 啊 ，sorry 啊咩？咩啊？啲咁嘅衰人，你罰曬佢，我唔搞錯咩 K 房嚟㗎？你話嚟㗎？計埋 service charge 即係大概2500啦。有冇散紙咧？啱啊！$1,000嚟嘅啫。我同 Rainy 兩個新朋友，我請佢。第五招，風度，好多人識，但係好少人實踐嘅行為。你想請我哋啊？好啊，多謝。得，唔好啦，俾翻錢你啦。唔使啦，我請你唱 K， 你請翻我食宵夜。成3:00啦喎。咁咪啱咯，都未係時候食早餐，食宵夜咯。最多就同你講，我講咗真話，你咪笑出聲。第六招，即時約會。同一日约会啱啱相识嘅女仔到另外一处地方继续相处，通常由嘈杂嘅环境转换到可以倾偈嘅地方，以此形式。好啦，我一齐去啊！话掂我都肚饿，话精灵咪肚饿嘅咩？冇问题啊，你都冇威胁嘅。哎，咪啦，我要交人。阿 Rainy 啊！你今夜翻屋企，你唔惊你男朋友话你咩？佢冇拍拖，你又知道？由10:00你同我唱 K 唱到而家，电话又冇响过，你都冇望过电话。再加上你手上边条手链，应该都系女仔拣嘅啦，男仔点会拣呢啲款啊？所以我估你冇拍拖。第七招，价值展示，一种简短惯例，藉住留意某一啲有关对方嘅事物，嚟显示女仔最受落嘅细心，嚟捉住佢嘅兴趣。喂，你個 X 係咩人嚟噶？哇，都好耐咯喎！我個 X 啊，佢係啲好冇自信嗰啲人嚟噶，成日咧都要管住我喎，又唔俾我去夜街啦，又唔俾我著短裙啦，又更加唔會俾我著背心，所以後屘我頂佢唔住，就分手咯。面對啲咁嘅男人，都應該冇咁順利分到手噶喎。係啊，佢仲成日狂打電話俾我啦，仲喺我屋企樓下等我喎。捉煩咗我幾個禮拜啊！佢先至死心扎。我就最憎呢啲男人嘅，一啲都唔尊重女人。但我就從來咧都唔會要女人啦。佢都係中意你啫，換轉係我，可能我都會咧。咁即係你都會管住人？咁又未必嘅。不過如果佢做咗啲對唔住我嘅嘢，或者開始會緊張佢，會開始管佢啦。第八招，避免刻意。為免有故意討好之言，在表示自己擁有與其前男友缺點的相反特質之後，加入條件性，而條件必為少數個別例子。如果我的 X 一早好像你咁諗咗好啦，你知唔知啊？佢一開始啊，已經啊，唉，乜都管住我，又唔信我喎。咁可能佢都係緊張你啫，你應該都係追㗎。第九招，輕觸式。以輕微的觸碰，帶住暗示咁去挑起對方的意圖啊！食嘢先啊！拜。你住邊啊？我住大埔。咩大埔？我都係喎，一齊搭車翻屋企啦。咁巧？唔會咁啱，小魚你又住大埔啊嘛？咁早翻屋企啊？凌晨4:00了，仲早？系啊，太阳都未出，梗系早啦。你攰啦？得你一个唔攰嘅啫。我攰啊！啊，咁你咁攰，不如早啲翻去瞓啦。不如你帮我捻两嘢。啊？两嘢啊，唔该。第十招，毁城墙，用半求半逼嘅方法，引导对方同自己嘅身心距离迅速拉近，意图完全破坏对方嘅防卫心态。捻屈我拿手，我嚟。不用了，不過而家仲好攰，我決定上大陸揼骨。Rainy 你去唔去啊？啊？喂，好危險喎、啊！你聽朝使唔使早翻工啊？你啊？同埋得兩個人，小心啲好。絕招，
都是加返俾你讲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女仔实有损失是大部分女仔的常识。要消除这个障碍，我是时候用我的绝招，都是我先天的优势，就是大家都是女人，使乜惊啫？你有的我又有，你冇的我都冇啫。你咁幽默嘅，其实我听日都放假嘅。咁点啫？不过你仲有时间谂嘅，由呢度去黄岗都经大埔，谂下先啦。Rainy 仲唔上车？系。你做咩？我冇啊。喂，成哥，钱又俾咗噶咯，你睇我做咩？唉，哥哥仔，钱我系收咗，工都收埋添，都系时候收翻自己女朋友啦。你都收啦，走啦。吓、啊，男朋友？哇，佢做咩啊？喂，去边啊？喂，做咩你？读博咯。吓、啊？喂，唔好坐埋啦！哎呀，唔怕啦，咁难得先得翻我哋两个。唔好乱摸啊，我女仔嚟噶。我中意好 man 嗰啲女仔嘅。咁我男人嚟噶啦。哇，好 man 啊，正啊！你咪有病噶、啊？你黐线嘅，你落车啦。两位，请问去边度咧？啊嗱。我就咁啱去九龙塘嘅交家啊，咁啊，你都系揾宾馆啫系嘛？嗱，九龙塘又平啲，又唔使去中环嗰啲咁鬼贵啊嘛。原来会珍惜自由恋爱嘅唔系净系我，呢一晚真系好刺激啊！而家谂起都打冷震，边个搞乱我个 plan 啊？